是雪莉华人基督教会的蔡宏基蔡牧师，我代表唐成玉先生和他们的家属，欢迎大家参加他的夫人唐许小玉和他们的三位公子唐克军、克行、克成的妈妈的安息礼拜。我们在这里追思唐许小玉的一生，他对家人的爱心的献身自己，我们要向他致最后的敬意，并求父神上帝安慰他的家属及亲人好友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主耶稣又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1月18号晚上，我接到 Craig 的电话，说他妈妈已经决志信耶稣基督，而且要受洗。我赶到了医院，当时他还很清醒。我握着他的手问他说，徐小义，你是否认罪悔改，相信及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？虽然他身体软弱很痛苦，可是他还诚心诚意地回答说，我相信耶稣，我相信耶稣。圣经说，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，就必得救。那天晚上，我就在当场给徐小义姊妹施洗。我们的神是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他的慈爱为徐小玉姊妹永远长存。让我们起立唱诗歌《奇异恩典》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大有怜悯天父上帝，你是一切忧伤的安慰，你也是一切软弱的帮助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与能力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这个时候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陈牧师，各位亲朋好友，我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场合跟大家见面，太快，实在是太快了。人生都有死。几个月前，我们常常跟我太太讨论我们谁先走比较好，他说他想要他先走，因为先走的人比较幸福，会有人帮他办理后事。
他终于如愿以偿，他很难得如愿以偿的。其实办这个后事都是我三个孩子，他们尽心尽力，从他母亲发现得了癌症开始，三个儿子尤其 Gary 跟我住在一起，24小时一直在做各种的记录，各种的服侍。很感谢，我也跟我太太讲，临终前跟她讲，我说你的生病不是给我们拖累，你的生病是让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家庭更团结。我们很高兴他做到了这一点。这几天我常常想到一个景象，我怎么认识他的？大家都不晓得，我认识他是我母亲安排一个相亲。我们在相亲的时候，很正式的一个场合，我母亲跟媒婆跟他来跟我们见面。他来的时候梳了马尾巴，然后匆匆忙忙2点钟赶来，没有吃饭。我就给他点了一个虾仁蛋炒饭。他当然很紧张，一半都没有吃完，不过他把虾仁都吃完了。我永远记得，我常常跟他开玩笑，相亲以后我母亲看上他了。我一直想，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后母，我想如果母亲看到他了，我再去教可能比较好一点，免得以后我教完了以后回去他说他不满意，我又怎么去反对。所以他就 push 我，叫就赶快去打电话。但是我心里有点胆怯，我那时候刚服兵役，还没有退役。台湾是男的毕业以后就要服预兵役，女的就不用服役，就直接工作。他已经在社会上打混了2年，他又在一个国际贸易公司 handle 一些美国的、澳洲的 buyer， 所以他看起来就像现在从年轻到现在都很让人觉得他比我还要更 advance。 我想我以后可能不能掌控这个女的，所以我有点胆怯。但是我妈妈 push 我，那我就打电话约。但是那时候没有手机，我又不好意思在家里打电话，我又怕被拒绝，所以我就到电话亭去打电话。到了电话亭进去，就那时候不没有按键的，拨一个号码、两个号码、三个号码，拨到最后一个号码，我就咔就把它挂掉了。我不敢，我怕被他拒绝。旁边有人等，我又出来了。那打完电话我又进去，进进出出3次，我才把这电话打完。打完了以后，他没有说 no， 他接受了。不但接受了，他还说：“你怎么这么晚才打电话来？”我说：“干，这个就是我的了。”所以才有今天，我们大家在这里跟他一起。其实，他从年轻的时候，小的时候就是在眷区长大的，很单纯的一个孩子。26岁的时候跟我结婚，婚后的生活严格上讲，对一个妈妈结婚以后开始就生了小孩，生了一个，只生了2个，然后生到第3个，护士小姐抱着孩子说：“谭太太恭喜你又生了一个儿子。”结果太太掉眼泪，他说：“我不要儿子啊，我要女儿。”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们决定的不再生儿子。我说以后媳妇就是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女儿，不要再生了。所以我们就是3个儿子。婚后的生活带着孩子，其实他是蛮辛苦蛮累的。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希望我们能够自己自立自强，所以我们是结婚我们就租了一个房子 one bedroom， 那个房子还漏水，
晚上有的时候还有老鼠跑出来，好大一只，他吓得跳在床上，就在那边惊叫。我们那时候没有车子，我们骑的是49cc 的摩托车，不是50cc 的。50cc 是要 license， 49cc 还可以用脚踩的。车子不发动的时候，不跑的时候，还可以用脚踩的。我们骑了那个小摩托车，有时候回家抛锚了，他还穿着新娘的那种很漂亮的衣服，踩着高跟鞋在后面跟我推车，给他发动。我们那段时间蛮艰苦的。父亲是希望我们能够自立自强。然后没有2年，我母亲就因为糖尿病的关系，3天2头的住院，3天2头的急诊，3天2头的进 ICU。他就我们只要假期一半以上的时间，就是到医院陪妈妈，伺候妈妈。你知道病人心情都不好，常常就会怪这个怪那个，所以他也很委屈，但是他也很听话，他也一直在旁边伺候。直到后来几天，我妈妈跟他讲，他说我太累了，我好辛苦，如果再有急救不要救我了，让我走吧。所以这句话给了他很深的一个打击，很深的一个印象。这一次生病的时候，他就一再的交代他不要治疗，他不要有危急的时候不要再救他。但是我们没有遵循他的意见，我们最后还是帮他，甚至帮他输血。那个时候我妈妈输血，她是 A minus， 在台湾很少的血。我们还广播要人家捐血，她都历历在目，她不希望过这样的困苦的生活，所以她一再觉得说她的住院是拖累了我们。在她生日的那一天，我就跟她讲，我说你的生病不是拖累了我们，我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，你伺候了我一辈子，我来伺候你。孩子们更团结，每天帮他打营养果汁，给他做稀饭，媳妇们每一个都是那么照顾，甚至还没有过门的媳妇都每天来看他。蔡牧师，对不起，我订了10分钟，不想这么快就到了。很高兴他临终的时候也跟 Candy 讲，我们接受你。妈妈很感谢大家。这他的日子其实最高兴的时间应该是在1987年，我们移民到 Perth， 这里有很多 Perth 的朋友，大家每天只是不要说无所事事，就是送孩子上学，完了以后就是 morning tea 或者 afternoon tea， 3点钟一到，哇，赶快去接孩子，每天就是给杨伯伯接风，给邱叔叔送行，都是吃的好的海鲜，吃的 scallop 是半打半打拿的，螃蟹是一只一只吃的，所以让他得了一个 DVT， 就是静脉血栓，也因为这个病一直拖了，最后他生病的时候他也一直要打稀释的血液，他也不能动手术，动手术又怕他血流不止，不打这个东西又怕他阻塞到肺，阻塞到脑，所以医生也是很磨练，很难下手。不过 anyway， 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情，就好像
Perth 的刘妈妈讲的，百般不舍，只想哭。谭叔先保重，到现在还不能接受这是事实，总觉得好像是说说而已。很欣慰的，他的二哥跟他说：“小玉啊，很高兴在你清醒的时候与你回味童年记忆。还有何求，一路好走。来生我一定是一个模范的二哥。”吉隆坡的台湾的马来帮讲了：“永远，你是永远那么温柔、贴心、善解人意，总是令人如沐春风。”追思礼拜当天，他们会在远方的天空虔心地为你默念祝祷。最后，我最感谢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一直有一个，我们两个是从到了马来西亚以后，他是不忍心我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奋战，他很不希望去马来西亚。他第一次去马来西亚就讲：“这是什么鬼地方，这么热，我下次再也不来了。”这句话讲完以后，他就要在那边待了15年，到现在可能17年了。他陪着我，我们两个人出双入对，走到哪里都是两个人，你依靠我，我依靠你。我没有他，我就不知道，因为我永远不记得哪一个人朋友的生日，哪一个我连结婚纪念日都不记得，都是他在帮我做这些人际的关系。他没有我，他也没有脚，他也出去不了。走到哪里，我们两个都是你依靠我，我依靠你。但是最后，我没办法成为他的依靠。很高兴蔡牧师也来了。他终于决定，我也帮他交给神，他依靠上帝，希望他一路好走。也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小时候妈妈常说，很多人说我很像妈妈，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心知肚明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还有很多方面还不及妈妈，需要向她学习。妈妈的智慧、提醒和精神永远会留在我的心中，还有我兄弟的心中。妈妈是家中唯一的女性，但她有如润滑油一样，把我们这一老三小四个男生治得服服帖帖的。你问她是怎么办到的，她永远也说不上来。这就是她背后那天真无邪、伟大的爱，无时无刻照顾着我们。You lived a humble life.You loved your husband so dearly, you always wanted to be by his side wherever he goes. You were so proud of your 3 sons, no matter what we accomplished, because we were simply your sons. I constantly look out for you at home. Every object reminds me of your shadow. In a family of 4 men, you stood out as the beautiful flower amongst hard rocks, when in fact,You were really our rock. You always wished for a daughter, but when that didn't happen, you treated your daughter-in-laws like one of your own. You adored your 4 loving grandchildren.
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上帝父神的慈爱，圣灵保惠师的感动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